好讨厌这种灌风的声音呐、啊，真的很讨厌呢。天气已经这么冷了，你还要这样子吗？里面积着绿色的液体，没有水。天哪、啊，突然想上厕所怎么办？那就尿进去吧。有颗球是铅带的，对不对？打开的书。一样有金鱼缸的水是浑浊的，小孩子的写的日记。圈圈叉日，父亲大人给我看一个好东西，非常的漂亮。父亲大人说，总有一天也会让我做啊，真是期待啊！圈月叉日，父亲大人说，这个房间的钥匙是父亲大人以外的人不能拿的。他说，备份的钥匙藏在枕头之中，拿出去的话马上就会被发现，所以不可以这么做。父亲大人的吩咐必须遵守不可。圈月叉日，我捡到了漂亮的东西，我不知道那是什么。我把它们放到水缸里做装饰，鱼儿们看起来很高兴。是啊，这么大的柜子就放了一个家伙的相同的日记，是不是？那，哦哦。该死，那是啥啊？我会感觉到有人在看我，看来，我好像是太累了。枕头底下，枕头底下，给我出来！骗人的吗？骗人的吗？你这家伙是骗人的吧？到了奇怪的地方之后，阿徐不由得会开始默默的一直想要存档，因为实在是太可怕了。OK，哪里？Dogo，客厅吗？这是什么？水缸的水是浑浊的绿色，哇哦，一样很美。这里也有奥菲利亚，到底有多喜欢她？奥菲利亚是人鱼吗？还是什么？我已经有点忘记它到底是什么东西，然后不能上去。总觉得地板看起来有烂泥巴之类的，太暗了，还是别上去吧。太暗，别上去。然后我刚才明明要找枕头的话就可以进去被锁进屋。所住的房间，对不对？布满灰尘的脏镜子，然后怎么看起来破破烂烂的？梁朝伟的洗衣机也太旧式了吧！哦，木板被钉子钉住，进不去。咻咻咻，餐厅吗？悬挂着发条式的时钟。啊，这个日记写的就是这个东西吗？哦，所以我们要找到发条，是不是？紧 绷着少量的食材，而且上面爬满了虫子，已经不能吃了，是不是？脏脏的，而且有水垢的水槽，苍蝇出不去。哦，藏在枕头里面，枕头里面，来。发错的和服，我看到不好的地方，要我调查了。这里是被什么东西卡住，所以开不了啦。门就开一点点。是被什么东西卡住了吧？如果有棒子之类的，就能打开。棒子哦，目前没有看到棒子什么的啊。棒子，或许我们要好好的找一找。No，I can fight。又在鬼叫，那家伙又在鬼叫。哦，我可以去二楼，对不对？
这个吗？啊？什么？这暖炉里面的地板咯吱咯吱的响，把地板拆下，上面斧头，好在意哦。啊？有隐藏的房间？虽然有梯子，不过到中间就断掉了，也不知道有多深，直接下去就太危险了。是不是有把绳子垂放进去就能下去哦？嗯，不对，也没有可以绑的桩子啊，该怎么办呢？我现在需要的是一根木棍，脚则近在眼前啊，这样看过去让人毛骨悚然。我需要这斧头，请给我一点点。哦 ，Hello， 什么？刚才那是从窗户外面，我还以为是从这个洞发出来的悲鸣声哎。哎，我们需要好多好多的道具。他说什么？我刚才只看到铁锤。铁锤的话要回到原本的地方才有，然后绳子跟桩子 ，OK。你们这家怎么那么麻烦啊？到处都要找找东西，补补东西。也是，这个地方已经废弃了，我们不能这样。我又是这个日记。I forgot it。难道在这边是没有的吗？那我们回去找。我需要一根长长的棍子，棍子。Hello， 我回来了。不过我不知道去哪里找棍子。或许仓库有一点。仓库、杂货、扫除用具还蛮合理的。为什么不让我拿？不让我拿。燃烧的火焰，哈，我知道，难道可以去拿那把武士刀吗？或许可以拿哦。不行，不行，想说长长的东西，阿曲就只想要它。该死，得到了铁锤。管要回来拿，不过其他东西呢？绳子啊，还有很多很多东西，不知道放在哪里。好的，只能再逐一调查一下喽。哦，等一下，他说什么？嗯，这个架子只要稍微碰一下就摇晃的厉害，是可以移动吗？哦。移动架子，哪里？哇哦，这是啥？墙壁有个大洞，有亮亮的东西。哎，这是什么？有张纸遗落，得到了一捆文书。文书是又能干嘛？文书，嘿多呢？文书。非常古老的一捆文书，文字都模糊不清哦。如何野君的繁子，听房子，滋那待回。头，我还是看不懂啊！青太郎的话说不定可以看得懂。凡青太郎曲。这是一个半夜不让人家睡觉的游戏。喂，青太郎。喂，把这东西搬出来给他。青太郎没有要理我啊！青太郎没有要理我。青太郎，嘿，青太郎，该死。难道我们的铁锤可以一式两用？
是用铁锤，不行。棒子之类的，我没有看到棒子啊！不要一点棒子，棒子。佣人的心得：要时常对主人忠心，不要说多余的话，不要任意外出，不要进锅炉室。佣人们真可爱。哦，达妹达，亚达，达妹达，过来依旧啊！哦，有啊，哥哥是什么在沼泽里？去看一下吗？哎，原来是因为我没有触发到事件之时。哪如何都，哪如何都，该死！触发事件了。呢？哦，果然什么人都没有，可能是因为太暗了，所以看错了。哦，你在这种地方做什么？熊太。别吓我啊！我在问你，你在做什么？嗯？因为家里面没有地图，所以我到旧馆来找你。才是，到外面来做什么啊？不是说你要休息的吗？我本来想稍微休息一下，然后去找地图。我也打算去旧馆。啊？这样啊？那么我一起去吧，两个人找一起比较有效率。你不用过来，回你的房间去。欸？干嘛？我也要去，想快点把邮箱带去医院哦。叫你回去，我说的话你没有在听吗？我知道了啦。我今天就回去休息，这样就可以了吧？OK， 啊，很好，旧馆就交给我来找，你明天再过来帮忙。那么晚安。晚安。狗屁啊！你要这么脏东西，平时时候在那边看画都没有认真的找地图，现在突然一副了不起的样子。算了，他应该会好好找地图吧？回去房间休息哦。我也累了，我已经不知道从2点找到了快5点，然后我现在才来打个马后炮。OK 啦，我要来补眠了。啊，走了太久，早就走起来了。不管怎么样，就要先好好的休息吧。啊，没有，这家伙的打呼声到底是发生什么事，对不对？又在水里啊？煎蛋为什么哭？因为鱼先生看起来好可怜，被关起来我好可怜。我要去跟爸爸说。乖奶奶这边，奶奶那边。对呀，我们去听鱼先生的故事吧。哇哦，亚比，就跟奶奶跑了，就是哦。然后人鱼就变得越来越丑，就那样死掉了。奶奶，人鱼在生气吗？啊，不仅很生气，而且像是要杀人般憎恨着。奶奶，我们会被杀掉吗？不会杀掉的，因为人鱼害怕我们。不过远方来的人不行，
远方来的人会被人晕作祟，因此绝对不能让外人进来这个家。哦，所以我们其实被人鱼作祟了，是不是？哦，啊，又来了，有玩水的梦，房子里充满水的梦。那个小孩的瀑布是什么？人鱼吗？是那个传说？啊，太愚蠢了！怎么可能有这种事？啊，大概是没有什么精神入了奇怪的梦。哦，肚子饿了，先去看看邮箱的情况吧。吃饭的事就跟青太阳讨论一下。好。看完邮箱去吃饭，可是不知道该怎么做。喂，熊太，你在干嘛？熊太，为什么你会从邮箱的房间里出来？你对邮箱做什么？总觉得邮箱的保全变得很温和。你做了什么？嘿，熊太，昨天的事就算了，样子很奇怪啊。不管怎样，先不要理他。哦，看完邮箱，哎，你怎么还在赖床啊？喂，起来了，少年兔，我的肚子饿了，快点去找早餐。啊，林，早安。早上了吗？本来打算要小睡一下，结果却睡死了。好了。来准备早餐吧，你也要来帮忙，山猴子。啊，冰箱里面已经全灭了，只能拿零食勉强应付一下哦。也只能这样哦。总觉得你的脸色不太好，你累了吗？朋友得了莫名其妙的怪病，所以才这么消沉。而且昨天还发生各种各样累人的事，晚上还做噩梦。我了解你的心情，不过沮丧下去也是没有意义的，必须赶快找到地图，将邮箱带去医院，打起精神来吧。那熊太不吃早餐吗？啊，他说他没有食欲，那家伙好像也没有什么精神。嗯，是吗？吃完后就开始探索吧，我再更深入的调查这个家，旧馆就交给你了。如果有什么不懂的话，可以来问我哦。嗯，我昨天得到了一张旧纸条，然后你这家伙不要立马给我消失，去哪了，混蛋？不在房间里，很好。难道依旧在这地方吗？你已经探查过，不会吧？还是给？天啊，该死！一开始就要找熊太，是不是？不对，是青太郎。不在？难道不在二楼吗？所以我现在做的一切都是白费的吗？看来是。为什么不乖乖在一楼找就好了吗？为什么我们要上楼呢？这不小心就这样了啊。哦，那家伙又去哪里了？那家伙又去哪里了？该死。哎，青太阳，你这家伙，你是想一早就搞隐形战术是不是？别玩了，早上九点了还玩这种无聊的把戏，难道你暗恋我在我的房间里哦？不在啊，邮箱的房间。啊，是怎样？啊，人不见了啊？算了，你这家伙，当初不知道好了这一切。然后我们早上起来了，接下来应该是亮亮的吧，这个地方。
暖炉里面好像可以下去了。还是没有找到。小泽近在眼前，这样看过去让人毛骨悚然。一样。可是我们早上起来之后会不会就可以找到棍子啊？奇怪的迷失之类的，你看里面有个某样东西，得到一把钥匙。哈、啊、哈，讨厌，黏哒哒的，在恶对上。原文是日本小朋友碰到脏东西之后，把不好的能量移给别人时所用的咒语和手势。要移给别人试试，所以它也不是直接消失的。然后我们为什么要往这边走？锁住的房间明明就是在左边，不自觉的往右吸呢。这是厕所，这边吗？不对，这边是那个日记的房间。好像是书房的钥匙，打开了，一样又有亮亮的东西。我们存个档，拿得到吗？书架上有东西在发光，我拿不到，该死，该死。它是这样，书叠一叠就可以爬上去了是吗？书叠叠，叠叠，叠叠，看得到吃不到的原理吗？这家伙太混账了吧！なるほどな，原来是要利用你这小混蛋。进去吧，竟然从外面放，你这小混蛋，差点就被蒙住了。还好我有推到你。这是什么螺丝？得到了发条。跌下来了，跌下来了，摔倒了。来，金太郎吗？快起来，振作一点。邮箱，真是的，怎么在这种地方悠闲的睡觉呢？起床咯。邮箱，你没事吗？身体恢复健康了吗？虽然一直发热又很痛苦，不过醒来的时候身体就好了。怎么了吗？邮箱，果然哭泣的抱着痛哭。你这傻瓜，让我乱担心一把的啊！对不起，让你担心了。不过已经没事哦。好，你没事的话就不需要找地图了。肚子饿了吧？点心零食还有事哦，吃了才会有力气。不过先等一下。怎么啦？你说不定已经察觉到哦。我知道，知道哦，这个家的秘密。秘密？那是什么？那么我只告诉你一个人哦。天啊 ，BGM 消失了。就是啊。我是人质呢。莉莉，拜托你，求求我，好痛苦。OK， 邮箱，你怎么了？喂，不对，快点救我！已经不行了，我感觉好痛苦，好冷，
OK， 邮箱，哦呀，啊 ，OK， 为何要逃？拜托你不要逃走，不要逃走，从我这边，救救我，救救我，救救我，救救救我，救救救我，带我回去，带我回去啊 ，OK。带我回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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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邮箱，带我回去。啊 ，OK， 邮箱发疯了。喂，这一次货真价实是青太郎，对不对？喂，快起来，你睡命啊，臭猴子。青太郎，为什么你在这？邮箱呢？邮箱到哪里去了？哈？你是睡糊涂了吧？邮箱不是还在床上休息吗？所以说才要赶快带他去医院的啊！在这么脏的废墟里睡午觉，你神经有多大条啊？找到地图了没？不，还没，就是那个，我昏倒了吗？哈？难不成你从那里掉下来之后就昏倒了？哎，真是没救了！吵死了！你才是有找到什么东西吗？不，没有找到，因为那栋房子找不到地图，所以这次我来这里找找看。不过这边也有书房，看来不得不好好调查呢。我暂时在这里找地图哦。你去其他的房间看看，如果有什么发现的话，就过来这里。怎么了？你脸色超级难看的。你捡起来地上的东西，你捡了地上的东西来吃吗？才不是。那个只是梦吗？但是却这么真实，我还以为邮箱真的已经被治好了。秘密是什么啊？邮箱为什么要说那样的话？可恶！虽然只是梦，可是我好在意哦。妈，算了，如果你累了就休息，恢复精神后再继续探索吧。就交给你啦。OK。嗯？怎么了？有什么事？这个啊。这个。这个。该死，这家伙根本看都不看。看都不看。我找到了什么？我找到了发条。我摔下来，然后经历了这么一大串之后，阿曲已经忘记了这一切。说实在的，有点摇酒。真的有点稍微的摇酒，很大的发条。这发条是制作挂钟的吗？转动发条，哇哦，好大声！咣咣，指针开始转动哦。9月13，没有13点了，是啊。我不知道9点吗？还是现在几点？现在应该是早上10点，说不定不是。那9点？难道是11？光棍节，然后阿曲。按太快了，不知道发生是什么事啊？发生是什么事啊？其实拿到了发条，我还是不知道要传几点。是这样，我找到了发条哦，金太阳君。金太阳，找得到钥匙吗？找不到。
依旧是破破烂烂的。完全不理人啊，这家伙。